彻底我们在旁边拍到你们一个完整的画面。这一直看旁边是你。啊！你真的好调皮哦。就是。看到吗？好拍吗？大一点，我们不要回头好吗？那这样，咱们有完账，队友大说的。大前一段时间播出的一个小小的名场面，我们大家一起站在他们曾经向大海喊出。回家吃饭，老女少年回家吃饭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喊一个这个口号。看的好，这在。走，同志们，吃完西瓜子我们就去，不着急。吃完西瓜洗个脸。我有吃过。然后我们也一会儿飞一个无人机，给大家也复刻一下当时的那个场面，跟大家一起。每天有时候三点就在那个小房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。